大女優の風格ということで勝ったのは絶対に勝てる男新宿2丁目の拓也。欢迎收看同志亦凡人，我是主持人刘氏。那么今天很高兴我们采访到了我们在网络上非常有名的红人，那就是拓也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拓也在日本出名是出自一档娱乐节目。我练习了20年，如果你也练习20年，你也可以。小 S 继续追问，若我很努力不能缩短时间吗？他回答，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弟子的话，10年就可以。语毕，小 S 当众下跪答谢，并开心直呼，婚姻很重要，那我可以带我妈妈一起吗？让全场再度陷入欢笑声中。他今天4次来到了中国，来到了北京，一块儿来去到了目的地，跟我们的粉丝见面，也同时庆祝不入地用户破150万。说饭你们吃了，那个时候都蒸，然后他很惊讶。哇！我问你叫我怎么投？是，我是被拓也先生20年如一日的那种励志的精神所感动。我觉得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做得非常的好，我们也要这种精神。